请议事人员发放表决卡。哎，啦，阿都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，我们就是表决了。别塞别塞，用表决卡，表决卡。哎，免轮流轮流啦，啊，第二轮流，也当代替处理啦。请发放表决卡啊！请各位委员请回座，请回座，行使各位委员的权利啊！请各位委员请回座啊！马先生，他脚底不稳，他脚底子，我叫脚收回去，你站都站不稳啊！你不要那么辛苦了。脚，你让我脚伸不稳，你顶子吗？啊，我连大伯姐姐，大伯姐姐，看一下让我伸脚。爱投票，阿妈会当代替投票，会当代替投票，超过因的。好，各位委员，请回座啊！啊，请回座，请回座。我跟你讲哈，无，不是恁爱，恁爱有人代替伊，代替伊啦。恁都差不多十个担正都会使啦。去帮忙就好了。哦，啊，母甲贵个拢水啊，啊，所以那些使哦，那使啊，伊拢讲伊那不霸占主席台啊，这哦。想办法办，要办到最快。啊，这麦讲有无？有啊，有啊。唔通？哎，怎么样？危险啦，危险啦，唔好啦，安尼唔好，危险啦。那个摔下去，不要啦。挂，危险啦。你唔是，你无少年啊啦，陈昭明。会按零七分钟，时间就要啊。但是问题恁啊，你要开始，你才爱记啊。来囡仔，你搭用迄个叫阿伯的时间吼，叫因处理一下啦。延长到第一案结束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你硬卖不交还点就对了。咱拢无卖股吗？有啦。秀梅在唱歌。保持战斗状态。迄个叫因，迄个叫因，迄个麦克风。对，迄个议事人员要念的啦。应该不必记名表决啦，不必记名表决，我今日唔在记名表决。小麦可以用就不用对着那个，啊，等一下，你那个记名表决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有问题。已经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关。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。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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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英蛮干。
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院长不中立，院长不中立，院长不中立，院长，你不要动我的手。院长不中立，民进党又打人了，民进党的头又过来了，民进党又来打人了，民进党又开始要打人了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哎，郭正亮不要碰我的手，郭正亮，暴力，哎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多数，郭正亮你的手拿开，蛮干。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请你的手来开。蛮干，黄信全进来。别急，打掉。大家都拢爱救你哦。笑。笑一个，下来，笑一个，下来，笑一个，都留下来，别干，我今天我两个朋友了，我两个朋友，走，好，时间到了，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拿到表决卡？好，有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行表决，现在开始进行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结果出席85人，赞成65人，反对19人，弃权1人，赞成者多数。我们做以下宣告：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，本日会议延长开会时间至讨论事项第一案处理完毕为止。同时，本次会议不处理临时提案。好。院长休息啦。休息啊，就休息啊。自由休息，自由休息。好。好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来处理，我们来处理啊，我们来处理。好。啊，我们休息。休息十分钟，好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阿修，好，阿斌，阿斌也在休息，好 ，OK，OK， 休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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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息了。
会，现在继续开会，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之广泛讨论。我们请洪委员慈庸发言。洪委员慈庸，请发言。我们请尊重啊委员发言的权利。狼狈发言了啦！洪慈庸委员发言，不要占据发言台。啊！爱洪委员慈庸，洪委员慈庸，请各位委员尊重委员的发言权，好。上一次王委员在上面，啊，高露已用委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你怎么来个听？我那没尴尬，我晚上已经处理到结束了。我手打了，用手打了。洪慈庸，我等在休息十分钟。广泛讨论，上课有上课，就是进到广泛讨论那个结束了，我们再继续进行那个投票吧。所以第三个天是广泛讨论，而且现在已经在说了。对啊，再请退下，再请退下。烟啊！现在有民进党党团提议，针对第一案停止广泛讨论，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3条规定，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停止讨论，进行表决。现在开始进行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按下表决键。
我们在场吗？表决结果，出席97人，赞成63人，反对34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多数，做以下宣告：本案停止广泛讨论通过。现在进行逐条讨论，《劳动基准法》第23条，请宣读审查会条文。第23条，工资之给付，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按约预付者外，每月至少定期发给2次，并应提供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，按件计酌者一同。雇主应制备劳工工资清册，将发放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、工资总额等数据列入公报记录。清册应保存5年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，因为本条文没有委员登记发言，所以我们针对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？没有。好，有异议，有异议，我们现在进行处理。针对审查会条文，我们进行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陈委员欧破的表决与刚才民进党的立场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陈雪生委员对刚才的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表决结果，出席94人，赞成67人，反对26人，弃权1人。赞成者多数，做以下宣告：第2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。现在继续处理第24条，请宣读行政院提案条文及各党团所提修正动议条文，请宣读。行政院提案第24条，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，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，依下列标准加给：一、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1/3以上；二、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1/3以上；三、依第32条第3项规定，延长工作时间针对第24条登记发言，
我们登记截止三十六条，锁定休息日工作。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医幼三分之一以上；工作二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医幼三分之二以上。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，四小时以内者以四小时计，于四小时至八小时以内者以八小时计，于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内者针对第二十四条讨论事项第一案。我们第一位请徐委员永明花园，请徐委员。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会所提修正动议第二十四条，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，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依下列标准加给：以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。等我们宣读完毕，再请您发言啊。二，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二以上。三一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，延长工作时间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。前项各款之延长工作时间计算单位为半小时，未满半小时者，以半小时计。延长工作时间之计算遇有争执，若劳工提出计为及计算者，雇主应就相反之主张负举证责任。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第二十四条，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，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依下列标准加给：一、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一以上；二、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二以上；三、依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，延长工作时间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。雇主使劳工于第三十六条锁定休息日工作，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，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医幼三分之一以上；工作二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医幼三分之二以上。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，四小时以内者以四小时计，于四小时至八小时以内者以八小时计。于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内者，以十二小时计。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院会所提修正动议第二十四条，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，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依下列表。